台湾市大园福海宫被登录为历史建筑，奉祀的主神福姓王宫也被誉为航空城守护神。但是因为航空城开发被划入机场专用区，福海宫被迫搬迁。当地居民不放弃希望，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召开公听会，听听他们的诉求。大手牵小手，我们反对迁庙。福海宫信徒们高举着“我们反对迁庙”标语，强烈表达自己的不满。位在大园的福海宫福姓王宫被誉为航空城守护神，建筑物被登录为历史建筑，因此广为人知。但由于庙的位置未在航空城计划中，因此福海宫目前被迫搬迁至临时红毯。当地信徒至今不放弃希望，呼吁政府能够听听他们的心声。那这个历史建筑的身份表示说，他这件王这个福海宫这个整个建筑物是相当有文化价值的。那在历史建筑在文字法里面保护呢，你要把它拆除，市场是很严谨的。那就把整个三十年前的价值整个拆掉，那这个历史建筑就不见了。所以我们会回到所有的老信徒很舍不得，因为这么一个庙，如果以现在的工法来盖，要十亿才盖得起来。因为这个庙是百年老庙，对我们这边周围的居民来讲是一个精神的信仰，所以我们不希望这边被拆迁，而且这里是文化古迹。前桃园市副秘书长蔡宗烈说，前阵子福海宫信徒相约一同断法表达诉求，政府应该要好好思考如何让庙与航空城并存。我认为这个看起来会让人很痛心了，因为本来就好好的都市计划已经定在这里了，那为什么还要再去做这一些诱导这些福海宫去搬迁的这种事情？那我认为你如果把庙跟火焰园区整个融合在一起，我认为是对广大的信徒也好，对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也好，我认为都是多赢的一个局面了。当地信徒希望政府能在福海宫召开公听会，让他们有发声的机会，不要让当地信众集资兴建的历史建筑就此消失。